男星保罗沃克、爱女梅朵沃克和老公路易斯桑顿艾伦在2021年7月认爱，并在一个月后，梅朵沃克晒出超大钻戒照，宣布订婚。之后在同年10月举办婚礼，当时还有冯迪所出席，代替父亲牵着他走入婚礼会场，让众人看了都相当感动。没想到才过2年，28日，梅朵沃克就在社群上宣布离婚，声明中写下：“经过3年美好的婚姻，我们达成友好分手的协议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，真诚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尊重我们对隐私的保护，我们将保持关怀和尊重，继续相互支持。”宣布结束3年的关系。突如其来的消息一出，震惊外界，让众多粉丝都感到不舍。